欢迎收看 John Style 频道，我是 John。 我们今天有特别来宾是多多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玩那个阴思路啊，哎呀，双人阴思路。对，没错。上面的机枪塔可以射枪吗？不行，完全发不出来。对，你们要试试看我的主角，就是 Trevor， 我拿那个装饰，我拿另外一个角色好了。反正我就让他真的不能发射子弹，而且还不能转。嗯，有点难转。卡。哦，甩尾了。对，好，我们去哪里？去旁边这里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旁边后面有一个便利商店，去抢一下好了。OK， 我们下车。我下来。哦，跳降落伞，直接跳出去了。哦，我怎么拿枪啊？我带视角给你。哦，出来。不行，没视角会死。卡视角。哎，这便利商店在前面哦。对，哦，前面这边是。这，进来。对。我怎么进不去啊？对。它是这样。哎，它可以换枪哎。seven 哎，他可以换哎，这样，对，他可以换枪。我刚刚不能哎，他可以瞄准敌人哎，自动锁定吗？对，哦，就橘色那个对不对？对，是自动锁定的。OK， 其实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我自己的那个。哦，我帮你把手，你进去 seven 拿东西好了。OK， 可以吗？不行，进不去。这 seven， 这 seven 啊。有点，我被僵尸咬了。这样，给你伤。僵尸在打我。哎，我在打哪里？对。哦，火箭筒。哦，好凶哦。对。你有血量吗？有啊，绿色那个，那几乎是无敌的，我觉得。对。那下面那三条是什么？那个是第一个是他的体力啊，然后第二个是饥渴跟那个饥饿程度，饥渴程度，哦，你轰到我了，你烧起来了，好屌、喔，还蛮帅的，哇，哇，原来可以锁定啊，找事，对，我按住，那个是那个那种，那个是手雷，切换其他的是什么武器？那个。特殊角色，喂，哇，这样子可以四个人玩阴思路了，超爽啊！哇，哎，这也是你没打到人哦。对，我要躺着，我要被你打到。我们的车子不要了吗？哇塞，我到底在干嘛？因为他在找我。他可以趴着，可以坐着。是啊，对，趴。那我要坐。那不能射啊？可以躺着吧？我有。他那机枪，机枪不行，他一定要手枪或者是。机关枪才可以射，真的、喔。对，等我要躺在火焰上。我们还是开车子。好，上来。我开一个那个其他的东西给你玩。OK。按这个 survivor 跟这個，按这个 survivor 吧，就会有敌，就有那个生存者物资跟那个 OK 按。OK。按死。OK， 上车。我好像已经上车。哦，你在上面呢。对，等我一下啊！不要开走。OK， 上来。OK， 按一下地图。OK， 开到这最近的黄色的地方。OK， 好的、啊，开过去啦。好，开，他开的记录超好的。对，机枪不能射，有点可惜啊。是啊，又长出来。不过我觉得开跑车比较快吧，是比较屌嘛，对不对？可以跟不能射，跟普通车有什么一样、？OK， 黄色那些是什么物资？对，左转，有四个军人在把守，在红色烟雾那边。哦，那么屌！最近不是那个吗？烟雾弹。哦，下车，前面很多人啊。我跳车了，会跳，我流血。现在不烟雾弹吗？这个视角太那个了，好白痴。你们还哥，对我现在跑不动。哦，你拿那个枪太重了。对，它能切换吗？可以啊。哦，有，越切越远。OK， 还是你要关视角？
没关系、哦。我看到他们在打，在那边。你射的都是，哇、哦，越拉越远，这个视角真好。有武器，我就帮你射，我守、okay. 我守护你。然后我去拿这个武器，对你去拿那个。Okay, 哦，好多枪，好多枪，好多枪，碎碎碎。赛车应该没什么用吧 ？LB 哦，哪有什么宝贝、啊？不知道，我看一下。对，我这僵尸也太多了。散弹。我也试着躺在他们前面射他们。哦，这什么枪？我要捡一下。哦，加特林诶，你要的、啊？是吧？我这僵尸杀不死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开哪一台？旁边那台好了。好好好好，最快吉普车。我走好慢。安心，安心。白痴，上去！哎哎哎哎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！哦哦哦，好险，好险！哦有有有有。哎，先碾一下他们。那接下来要去哪？我们标下地图。我是你的计程车司机。对。OK, okay.。我们再去下一个黄色点点的地方，去想另外一个物资。走。那蓝色那点哦是什么？蓝色是生存者，可以，反正你可以去救他们啊。哦，真的、哦？不过这视角有点难救。先去抢物资好了。OK。耶、yeah。哦，甩尾，甩尾。哦，甩过。Fuck！ 撞到东西了。好、哦，来来来，左边。我在山上哎、欸，哇、哦，那个是支线任务，不用理他。真的、哦？对。好好。在山上有点麻烦。从这边上去。哇、哦，这个轮胎真是很好用、啊。吉普车、啊，先把他们撞爆。下车啦！怎么又是一样？我就直接这样倒下去了。来，我来救你。我要火箭筒。我怎么真的？你想，我靠！哦，原来跑车啊！哦，你刚去物资那边。对，去物资那边，在上面。走，走啊！好像还蛮多的。哇！他应该不会再出来了，直接被烧死。哦哦，在下面呢。哎、欸，不要掉下去。在下面吗？好像是在下面的。这个视角不能转哎。对，没事没事。天，我躺着。哦，越拉越远。哦，大一点比较好，大一点比较好。这也太远了吧？等等，看到地图应该是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等等，为什么我会受伤？哦，你会开始损血，因为没有吃东西。哦、我要按那个。吃一下水，喝下水，吃下水。吃吗？你是吃冰块吗？ Okay, 按这个。OK， 补满了，补满了。OK， 我跟着你走，跟着你走。看起来像是这样。因为我不卡你的视角。哦，他们怎么被围殴了？上面是上面。对，他们是那个军人啊。真的、啊？对啊。没关系，你有散弹。那重新跑！我刚刚还想说要开那台车，爆了，没关系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哦哦哦，什么有什么枪可以捡一下 ？SMG， 按这个这颗可以捡。RB， 看一下，哦，这台好像比较好。乌兹是吗？僵尸来了。F2的你保护色有没有？为什么趴那边了？保护色真的？保护色啊？嗯。Go go go！ 天哪，走走走，走起来！再去买两个摇杆一起玩。对，四个人。对，我们要去车子那边吗？还是在路上再找车子？有人在吃尸体耶，把他干掉好不好？好恶！啊，翻过去了。他地上跳舞。没有。等一下，爬起来了。我生命力好强。哇、哦！我要滚下去、欸。看一下我。在保护你，躺在地上，还蛮爽。哦哦，
这不行哎、欸，控制不了、啊，那么强。火箭筒，他终于打下去了。哎，又来。那火箭筒比较快不是吗？一起暴毙。对啊，但是我不想用。走喽。进来算。这好像是虎哎、欸，我们再叫一台车好了。欸、真的也是虎哎、欸，怎么办？这样出不去、欸。对，可以看下地图吗 ？OK， 对。OK， 我们飙到这个地方好了。这里吗？嗯。生存者是吧？对。OK。OK， 然后我们叫一下车。叫捷安司机。Eco。好，这个给你，还你。Okay. 我要轿车。Favorite 应该是哦，法拉利812哦，上车啦，上车。哦。哇、哦，蛮爽的吧？蛮帅。超爽。哦，还是这视角好，不然刚刚视角真的有点很丑。没有切换回来呢。啊？没有，对啊。这应该在前面，往前面走吧。哇，它在高架桥上面哦，真的耶，那不就要绕一圈了？绕过去这里，哦，这也太远了吧！没事没事，你直接从这边下去啊。没有，再绕一圈过去。然后等等，跳车又要跳伞。哦，华磊。你等一下会玩那个特技哦， 好啊，我要玩那个绕圈圈的那个，我不要到100哦，看到、OK， 我们先把它纳入我们的队伍好了，下车纳入啊，哎、欸，车子不见了，欸、对，为什么不能用？嗯，你想干嘛？打你啊？应该是，我觉得应该是视角问题吧，要取消。OK， 可以打他吗？可以啊，但是。哇，这视角比较好。对，这视角比较好，可是你看不到我了。欸、哦，等一下，没关系。你看不到我了。我卡在那边。你卡在后面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老圈圈。等一下，我上来一下，对啊。前面好多僵尸哦。走，还有个女生。是吗？啊，她快挂啊！她死了。哦。哦，捡她的武器好了。可惜。可惜，我给他武器，我先给他武器， okay. 这个是好给他，然后我拿了这把枪、欸，这就是我特色吗？没有，他射后面的僵尸，他让我痛。我捡，走、okay. 走。这样你瞄得到他们吗？首先我要看得到我自己，这个角度。哦，他这个人称，他换这个角度的话，这个枪就变成是可以自动模式的，就没办法锁定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丢，丢，回去自爆。哇、哦，没事，这样跑过来，没事。好，我们先修个车。啊，这不能修啊，没有东西可以修。哇，我们换回来好了，换那个角度回来。OK。好，这样子你就可以瞄准了。先变成是我不能瞄准了。对，你不能瞄准。那我瞄，我用近战的近战武器。哦。这样我们的车在后面哎。哇，好像踹向好远。车子就应该还有吧？这边。那些车子要修。啊，真的。不然就是我先哎、欸，拉开一点。为什么跑那么慢？他们也太多人在那里了，在干嘛？啊，可能是因为我带着东西太重了吧。哇，你跑超慢的。等一下，我捡。哇，哦，你捡。哦，我们的同伴被吃了。
丢他们，丢他们。My God！ 丢他们。真希望我有那个活动。欸、可以可以换啊，按那个 B， 按 B 可以换，可以换枪。哦，这个这个，你是火箭筒。哦，是。全部炸掉。哦，这样还比较好玩吗？交给你了。没问题。走走走。像我不能举枪啊。对。没关系。好，我们就上面那个橘色的地方好了。OK。橘色的地方，等一下，我们车子在哪？车子不见了。就是，对，对，我们刚怎么来的？啊，对啊，我们刚刚车子，我们不是开黄色那台跑车吗？啊，对啊。那我们一下车，它就消失了。哦，对。那我们再一台吧，走一走。好，我再叫一台。哦、oh, oh, ，给你开！他跟我抢位置，真的假的？好可怜啊！哦哦，那个 NPC NPC 抢位置，那是哎，先把他干掉再说。哦、oh, okay. ，我下车啊！啊，我让他下。然后干爆他。那我先上车。好, 好, 好，你先上车。我卡住了。哦，他要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哎、欸，他又被僵尸，他要起来了，他变僵尸。我上不去了。哦，对，他变僵尸了。你要跳一下，还是我开下去？开下去啊、哦！你开下去好了。等一下来。Don't move, or I shoot. OK， 小心哦，离旁边一点。哦哦哦哦哦。上来，就是好，走了。OK， 我们去山上。好，看一下那个地图。好，这山上在这个地方。这地方？对，差不多这边。对 ，OK。那就先回去。好，我先出来。等一下，我刚干嘛进来？刚才都不被车那个蓝色的轮子没刮伤啊，撞一下也爽。可是你车都没刮伤啊，屌啊！